但这些人有很多不同的类型，比如装上智能化假肢的人类，甚至还有身体完全机械化的机器人，但那些大多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里。而英国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位官方认证的半机械人，这位英国人叫哈维森，是世界上第一位头骨植入天线的人，也是政府合法认可与批准的改造人。哈维森出生时便患有严重的色盲症，看到的世界都是黑白的。在雷丁大学教授的帮助下，其头骨被植入了天线扩充色彩感知的传感系统，这可以使他通过天线振动频率来感觉不同的色彩。有了这根天线，他还可以感知普通人看不到的红外线、紫外线等元素。不过这些都是小儿科，关键的地方来了，这个装置通过联网还能感知其他传感器，甚至人造卫星讯号。当然，这根天线不是可穿戴设备，已经确确实实的成为了哈维森的器官，与他的身体融为了一起，让他变得和正常人一样感知世界。